诸位法师，诸位同学，请坐。请看《修华严奥旨》望尽还原观第21面倒数第五行看起啊，倒数第五行，我们从末后一句啊，生盲之辈也，夜蒙愿意，令知时节寒热之气。草木无情，悉皆滋长。如来至日一佛如是啊，故曰：至深隐现中原观。这个是六观第四观幕后的这一段。说明，至深隐现中原，最主要的是说，诸佛如来、化身菩萨。普度众生，应众生之感，能见众缘。我们细心观察，事出世间法，缘实在太重要了。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，起心动念、言语造作、待人接物，又何尝不是个缘呢？所以"缘"这个字范围太广了，太大了，太深了。如果把这个缘能处理好，那就像诸佛菩萨一样，所有障碍都没有了。古人有一句话说得好，做事难呐，做人更难。人缘要处好了，一切事的障碍也就没有。佛教化众生，经上常讲缘生生什么？生万法。在这一部论文里面，第三段讲三种周边第一个是周边法界。起心动念的周边法界第二个畜生无尽的，那是缘那就是缘生所以因缘生法佛往往把因生掉了，特别强调缘什么原因？因为因可以说，一切众生本来具足，
那么因是什么？是自性里面的德能相好啊，智慧德能相好。我们特别着重在呀、啊、德能相好上，那是因的，能生的因的。啊，有缘它就现象，没有缘它就不现。啊，我们学这么多年呢，这个事实真相呢，逐渐逐渐清楚了。啊，宇宙从哪里来的？我从哪里来的？我是正报啊！啊，除这个身之外呀、啊，都叫做依报。啊，实际上说呢，这个身也是依报。最密切的一个依报，啊，身不是我，这学佛的人都知道，身是我所有的。什么是我呢？在佛法里面讲，灵性是我，就是自性。啊，一念不绝，灵性就现前，就有个依报了，啊，有个身，啊，有色身，啊，这个一念不绝，自信就变成阿赖耶。阿赖耶也不是真的，明心见性之后，把无始无明的习气断干净了，阿赖耶就没有了。啊，大乘教里面讲的，转八识成四智，阿赖耶就没有了。啊，阿赖耶变成四智。啊，叫四智菩提啊，啊，大圆净智、平等性智、妙观察智、成所作智，这是性起啊，转识成智。那么我们的正报弥勒之后就有了。越迷越深，这个事情就麻烦了。啊，也是总是语言不同。啊，如果我们不离开佛陀，不离开圣教，我们所迷的就会越来越淡薄，这好事情啊！啊，渐渐呢就回归自信。如果遇的缘不善，那你就越迷越深，这个事情就麻烦了。啊，从十报头。你会落到十法界，啊，十法界里面的佛法界，再往下去菩萨法界，啊，圆觉法界、声闻法界，啊，再要遇到不善缘，起了执着了，这一起执着的时候，从四圣法界就落到六道里面去了。啊，六道有善缘有恶缘，遇到善缘三善道，遇到恶缘三恶道，总在遇缘不同，所以智慧就重要了，因为智慧也能见众缘，你把这缘看得很清楚啊，哪种缘可以随，哪种缘不能随，
要随缘呐。佛，这是破了无明的啊！我们常讲，这些人他有功夫，那他六根接触外面六尘境界，他能够不起心不动念，不起心不动念呢？无时无明破了啊，无明就是起心动念，起心动念尚且没有，当然分别执着是决定不会起来的啊，这个就是我们常讲的明心见性的菩萨了，化身大士啊，他们超越十法界了，住十八土啊，有能力啊，把一切缘呢都看得清楚，他能随一切缘，我们不行啊！啊，我们总是要辨别染净、邪正、善恶，我们要有能力辨别这个。啊，清净的可以随，染污的不能随。正法可以随，邪法不能随。善法可以随，恶法不能随。啊，为什么？我们烦恼习气没断，没断，那就不能随我缘。诸佛如来应化在世间，他有本事，他可以随我缘，可以随染缘。为什么呢？做种种示现呢，给我们看啊，让我们在这个里面觉悟啊，这是真实的慈悲，无尽的慈悲。啊，就像在舞台上表演，啊，他可以演正面，也能演负面，那他能演清净的，也能演染污的，演得非常逼真。啊，让我们看到受到感动，受到启发。啊，这都是教学嘛。实际上呢，佛确确实实如如不动。释迦牟尼佛为我们说法49年。般若会上他讲了真话，真话是什么？他实实在在没有讲过一句话啊！谁要认为佛讲经说法了，那叫谤佛，这句话意思很深，我们听不懂啊，明明说了49年啊，集结经藏成为现在的大藏经，怎么能说没有说话呢？啊，那从理上讲，佛是说而无说，无说而说。哦，这个意思是。不说话的时候，你不能说他没有说。说话的时候，你不能说他有说，
这越说越玄了，我们听不懂了。表演的时候，比如说身教啊，坐而无足，无足而坐。没有演出来给我们看呢，不能说无足；演出来给我们看呢，不能说有足。这个境界我们能不能体会？古人有一句话说，大任作六啊，这个大任是诸佛菩萨了，不是凡人呐。凡人做不到。这个凡人呢，包括四圣法界。在大乘法里面，四圣法界称为外凡，六道是内凡，都叫凡夫。那什么是圣人呢？超越十法界才叫圣人。还在十法界里面呢，都不称圣人。勉强呢，十法界里面四圣法界称为小圣。不是大圣。大圣一定是超越十法界。所以能见众缘这四个字对我们来讲呢非常重要。我们在一切境缘当中。这一个缘字把境也包括在里头。通常呢佛法缘是讲人事。人事环境。境界那个境呢是讲物质环境。我们的环境归纳起来不外乎两大类，一个人事环境，一个物质环境，但是在此地这个语言里头也包括物质环境。从事实真相善乐舍，原相本空，智体照寂。游牧之流无不独见，没有人没有看到。看到的问题在哪里？你觉不觉悟啊？宗门大德常讲了，你会吗？什么叫会呢？他一看就觉悟了。怎么看也不觉悟，他不会。不会怎么办呢？多看，看久了他就会了。所以古人教给我们，读书千遍呢，其义自见。你能不能把一部书念到一千遍？念到一千遍，肯定你就会了，你就觉悟了。什么原因？觉是智慧，智慧从哪里？智慧从定来的。人要把书念成一百遍的话，他心定了，定能开慧，就是这么个道理啊。那现在人难在哪里呢？心浮气躁，一样东西让他看三遍他就不耐烦了，这显示什么？没有定功啊，不会开悟啊。没有耐心呐，这是我们自己要好好培养。一遍怎么行啊？我们学东西，早年我在台中跟李老师学经教，我常常给同学们讲。我们跟老师学经，一部经至少要讲十遍，
我跟老师学了，学到自己能讲了，能讲之后最少要讲10遍。你阿赖耶识才有深刻的印象。啊，明了之后就解了之后啊，你要能行啊，把经典里面的道理变成自己的思想见解，上乘啊，经里面的教训变成自己的生活行为，我得受用了。我要不熟，我怎么能得受用？那有些同学学个讲个一遍两遍，嗯，不错了，自己不错了，就要学第二本了，学第三本了，啊，结果到最后都不能成就，根扎的不深啊。啊，有目，这是什么呢？就是有悟性的人。啊，读见是讲他悟处啊，他一看到、一听到啊，他有感悟啊。啊，生盲之辈，这都是比喻。啊，生盲是生下来眼睛就瞎了，啊，所以他看不到东西，这是表示什么？根性钝的，啊，他怎么看、怎么听，他也不会开悟。只是这一类的人，他得不得利益呢？得利益，啊，也得利益，甚至于连花草树木。都得利益了，这个利益就是现在所讲的啊，我们自信里面本来就有，不是从哪来的，这自信本来就是这样的有能量，有信息，有物质，但是他没有缘，他不会现前，所以你不能说他没有。就是慧能大师开悟的时候说的：“何其自信，本自具足。”就说的这个意思。啊，那我们凡夫烦恼习气很重。啊，一千遍也不会开悟，也不懂得佛的意思，可是日常生活当中有没有得到利益了？得到。啊，所以他幕后一句“如来智日”就是自行般若。啊，也就是这个样子啊。所有一切众生通通得受用，但是他知其当然而不知其所以然啊，这就要教，就要学、啊、那么昨天我们读到啊，能见众也，略略地提到啊，释迦牟尼佛在经里讲过十种叙事的因缘，我们利用这个时间呢，好好来学一学啊，这是什么？用现在讲，这业因果报啊！啊，我们从这个地方看。
这是在经里面，是说释迦牟尼佛在摩揭提国住园中，就是住灵金舍。啊，佛在奇树揭咕嘟耶住灵金舍了，讲过相当长一段时间经。那从这个地方看呢，释迦牟尼佛他也很活泼。也不是很固执的。虽然一生他坚持日中一时树下一宿。可是有一些长者居士过往大臣。有非常美好的庭院，也很宽大。请他到里面就供养他，请他带着他的学生在这个里面居住安居学习，他也不拒绝。讲完之后呢，他就走了，都给我们后人做样子。他不留念。再美好的环境，我在这里讲一部经，讲完之后就走了。这个地方还给主人。所以我常讲啊，主人有所有权。释迦牟尼佛借用的时候，他有使用权。他只是借了使用。讲完了就走了。哪里有缘到哪里去。释迦牟尼佛一生没有道场。那讲这一段事情的时候呢，在住灵金舍。他给这些学生们讲他过去生中的缘。为什么呢？这一生中有一些报应，这果报从哪里来的？可是说法了也有缘起，这不是佛无问自说的，是舍利弗提出这个问题，问释迦牟尼佛，比如说，佛在世也遭人毁谤。也遭人侮辱，那这个学生就怀疑了，你老人家成佛了，反复有这种事情能说得过去，为什么你也有？这个问得好啊！这一问呢，把很多人的疑惑都化解了，佛说清楚了就化解了。大意都是说过去，那过去的时间太长太长了，凡夫修行成佛，不止三大圣期劫，这个诸位同学要想的，三大圣期劫不是对我们讲的，三大阿僧祇劫是对化身菩萨讲的。那从什么时候开始呢？从大彻大悟明心见性那一天开始。彻悟之后，他不但超越六道，他超越十法界了。他是化身菩萨，华严经原教初住以上。从这一点起。他还有烦恼吗？有。烦恼太微薄了。我们实在看不出来。这什么呢？无始无明的习气。无始无明它断了，习气没断。
啊，吸气要多长的时间才能断掉呢？要三大乘起心。用什么方法？没有方法。啊，只有时间长了，自自然然就没有了。啊，是这么个意思。这是我们总的要明了的。啊，所以一般经典上都说，凡夫修成佛是无量劫。啊，我们听到这个也不要害怕。啊，为什么？从理上讲，凡夫成佛是一念之间。啊，你能肯把妄想分别执着放下，就马上成佛了。啊，释迦牟尼佛给我们做出这个样子。啊，夜读明心，豁然大悟。在中国慧能大师给我们做了样子。啊，释迦牟尼佛实现的是知识分子，慧能大师实现的是不认识字。啊，这个东西与知识与识字不识字没关系，关系你肯不肯放下。啊，佛也是随便讲了他自己过去生中啊造作的恶因。啊，无数千岁呀，这一句话就是无量劫来。受无量苦报啊，所以人不能造恶，造恶苦不是一生的，生生世世。为什么？恶因在，遇到恶缘他就有起现行，这个事情麻烦可大了。啊，你恶因在哪里呢？恶因在阿赖耶里头，阿赖耶是个仓库，你所造的一切善恶染净全在里面藏着。啊，它会起作用。那么到成佛，成了佛，成了佛还有余罪。啊，残余未尽，就是习气。啊，佛门叫习气。啊，罪是不造了。完全觉悟不再造了，啊，断掉了，可是还有习气，那习气还会惹来果报，啊，那我们要佛有没有习气？佛没有习气，没有习气为什么还现这个？那就他实现，啊，我们在这里要懂这个意思。啊，法身菩萨哪还有这种果报呢？不可能的。啊，说实实在在的话，啊，阿罗汉有这个到人间有这个果报，可能。为什么呢？他习气未断。啊，什么习气？执着的习气，分别执着习气断掉了。就没有了。啊，法身菩萨是无始无明习气，那个没关系啊。那个绝对不会有这些思想，所以这个我们要知道。那释迦牟尼佛这样的实现，我们就感恩了。啊，他是来教我们的，他是来表演的，不是真的。啊，像演戏，演给我们看。啊，我们要懂这个意思。啊，这是成道了，视线成道，拔相成道了。还遇到叙事的这些冤家。啊，我们今天讲的冤亲债主啊，他来找麻烦。所以佛告诉
舍利弗。啊，舍利弗请罚吗？就以他为代表吗？啊，他说你看，如来众恶皆尽呐，万善普被呀。我们常讲啊，诸恶不作了，众善奉行呐。啊，他已经做得真的100%的圆满了。哎，又不免此许愿者。啊，盖于世人，凡造恶业，果报难逃，故设施许愿。这个佛把这意思说出来了。啊，这是实现。啊，告诉你，恶业不能造，造了恶业，决定逃不了。啊，《太上感应篇》里头讲得好，讲得很清楚。第一个例子，讲森陀利谤佛。啊，因那都是很早很早种下来的。啊，往昔所种的这个因。啊，那么佛举的这个例子多半都是在当地。啊，这个是自古以来些古圣先贤教导我们。举例子，举比喻。就近取譬喻，为什么？大家清楚啊，大家都知道啊。而现在外国人在深度催眠当中也发现，这个灵魂投胎呀，生生世世啊，纠缠不清呐！啊，在中国也有。我是这个，这两天有个同学给我一个信息。今年发生的事情，2009年发生，一个少年杀师，中年的时候啊，他断食，果报啊，放纵情欲啊，祸延后世啊，这就是我们现在常讲的什么附体。冤亲债主附体，附体说出来了。啊，什么时候结的这个怨？在元朝时候，距离现在700-800年了。啊，那个时候是蒙古人，蒙古的王爷。啊，那个时候害死了人，啊，王爷嘛，啊，害死什么宫廷里面的，艺人，啊，他们在宫廷服务，啊，害死这个不少这些人。一直到现在怨恨没消啊，要来夺他的命啊，要来报仇。啊，那么他们周边都是佛这个学佛的同修给他来化解，最后他也同意。啊，到这个海岛金山寺参加这个法会啊，得到超度他离开。其实这个事情麻烦透了，啊！佛给我们讲的这个故事，
隔这一类现在你能看到，你就晓得它不是假的啊。所以佛有这些示现呢，来给我们看啊。僧陀利谤佛，也就是很久远之前，他说有个波西人，这是我们说街头卖艺的杂耍啊，这个人呢叫净业啊。净业是谁呢？就是释迦牟尼佛的前身啊。释迦牟尼佛也做过杂耍啊。那么那个时候有个淫女，名字叫露相啊，净言就诱引露相啊，坐一个车子出城啊，在一块雨露，那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讲呢，就是奸杀啊，强奸之后就把他杀了。这释迦牟尼佛前世啊，杀了之后就把他尸体埋在这个园林里头。这个园林里头啊，有一尊辟支佛在修行。那么这个事情发生，这个案子发生呢，就连累了辟支佛啊，人家以为是辟支佛把他杀掉的啊。可是净言还算不错啊，他看到辟支佛受这个冤枉啊，冤屈啊，他良心发现啊，所以他生起悲心，他就是我们现在讲他就自首了啊。自首之后这个罪很重啊，还是被国王杀掉了。这是过去世是一段的阴影啊。然后佛就说净言就是他啊，就是释迦牟尼佛。录像呢，就是现在的僧陀利，这冤亲债主。那个时候他奸杀了录像，所以这生生世世是无数千岁受苦无量啊。只要你的冤亲债主没有真正放过你，是吧，不跟你再计较了，就很麻烦啊。纵然这一次啊放过你吧，不定什么时候想起来又恨你，这个麻烦大了。所以他这个生生世世纠缠不清啊。啊，什么时候的真放过你了？给诸位说，他要超度往生极乐世界，真放过你了，以后不再纠缠你了啊。如果还在六道轮回啊，我想这个账就很清不了啊。你说这个事情多麻烦啊。所以我们想想啊，这种因果报应太可怕了啊。释迦牟尼佛前世有，我们现在也有啊，过去生中生生世世很多啊。啊，要想逃出这个关口，只有两种方式。一种是冤亲债主他往生极乐世界，另外一种是我念佛往生极乐世界。
啊，那就没事。啊，我念佛往生极乐世界，在极乐世界成佛，将来到这个六道来度众生。啊，那就像释迦牟尼佛一样啊，又会碰到。那碰到的时候怎么样呢？碰到的时候啊，这就讲不昧因果。啊，不是不落因果，是不昧因果。过去造的这个业因呢，清清楚楚，明明了了。啊，可以表演一下，然后度他。这是肯定的嘛，说佛不度无缘之人嘛。啊，能帮助他了，成就佛道啊。第二段讲的舍弥巴也是谤佛，这一次这个谤佛，佛讲的是这个故事是这样的。佛说过去远劫，这很久远了，有婆罗门名叫阎如达，啊，常教啊五百童子。这个阎如达就是释迦牟尼佛的前世。这个五百童子呢，就是现在的五百罗汉。你生生世世的这个缘分。他说还有一个梵天婆罗门的妇女，啊，名字叫静音，啊，这是梵天婆罗门，我们现在讲了他的夫人，为阎如达做坛月，啊，这用现在话的时候了，做斋主，现在我们台湾习惯叫护法。他来护持这个阎如达，啊，饮食衣服，你看悉皆供养。啊，释迦牟尼佛也做过婆罗门呐。啊，后来呀，有一尊辟支佛。入尘起时，啊，这个静音，啊，就是梵天婆罗门夫人，啊，看到辟支佛，啊，就请他供这个请辟支佛了供养他，啊，供养辟支佛，所以自是以后啊，乃日具美食而供养之。就供养辟支佛很丰厚，阎如达就感觉到这个护法了，簸箕后裨啊，供养辟支佛供养的丰厚，啊，对自己呢就微薄了，所以就起了嫉妒心，佛令童子谤此道士，这个道士就是辟支佛，说他无有净行呢，与净音通私通，你看造这样的罪过。啊，辟支佛遭遇这个
这个回谤是后辟支佛现神变入灭啊，入灭就是圆寂了。他现神通之后，圆寂了。大众才知道啊，阎如达嫉妒啊，妄语啊，伤害别人了啊，所以佛就讲了，那个时候的阎如达，则我身是。那那个时候的静音，就是现在的舍密巴。那五百童子呢，就是现在的五百罗汉。他说是我当时起了嫉妒心，受诸苦报啊！啊，这个苦报是果啊。嫉妒心是因啊，今虽得佛，现在成佛了，由此余殃，所以受十密八的报，回报。啊，释迦佛，这是慈悲道的基础啊！啊，这十桩事情都是说自己。在过去因地修行犯的过失那么这个前面两桩都是前面是奸杀啊，这个地方是嫉妒回报这个造的业很深啊，很重啊，而且这种现象呢，你看从前有，现在更多啊。啊，辟支佛是圣人，比阿罗汉还高。啊，阿罗汉见思烦恼断了，习气没断。啊，辟支佛了，连见思烦恼习气都断了，是圣人。啊，他住在这个世间，教化众生。你毁谤他，你陷害他，他那个地方结不结罪呢？给众生不结罪，他会原谅你。不但原谅你，他还会诵经念佛。回向给你，为什么？他有慈悲心，知道你造的这个罪业将来要堕地狱，知道你地狱苦啊，所以常常以功德回向给你，减轻你的这个苦难啊。人家用这个心对待你，你不知道啊，那你的罪从哪里结的呢？这一些圣人在世间，他是度化众生的。你把他害了，你看他死了，现神变之后他就入灭了。许许多多众生这个法缘被你断掉了，这个最重了。所以真正有德行的人，你能不能害他？不能，你害他是害自己。啊，你把很多有缘的人，啊，这个法缘断掉了。佛在经上常常告诉我，断人生命最小，
你把人杀了，这个罪不重。断人慧命的罪非常重。你看得人身的人多少？得人身能闻佛法了，能长养慧命的人有多少？不成比例啊！随着文法的机缘呢，无比的殊胜，你怎么忍心把一切众生跟辟支佛文法的缘分断掉了？这个罪就是阿鼻地。我们懂得这个道理，你就晓得弘法利生的功德不可思议。事出事法里头，第一功德是什么？就是弘法利生。这个地方有阿罗汉，有辟支佛住在这个地方，这个地方不遭难呐。那为什么呢？诸佛护念，龙天善神守护啊。这个地方有正法了。你毁谤陷害，你伤害不了人，这个修行人你伤害不了，你伤害的时候把正法灭掉了，把一切众生的善缘断掉了，结罪在这个地方，这我们不能不知道。佛讲第三桩事情，是佛患头痛。这事情是怎么回事情？释迦牟尼佛头痛啊！这佛说了，过去原世，这时间久远了。罗约其城都是讲的印度地方。荒年古贵人机，我们就晓得现在人讲叫粮食危机，没得吃了，绝百草根呢以虚为命，你就晓得这人造这个劫难了。那么他附近就这个城的东面有个知月村，也住了不少人。村东面呢有很多鱼池。所以这些村人带着家属都住在这个池塘附近，捕鱼为食。捕鱼的人取鱼，这个鱼在岸上呢跳动，我为小儿，这个我是释迦牟尼佛自称，释迦牟尼佛是个小孩，一杖打这个鱼头，小孩嘛，打着玩的嘛。看到鱼这个跳来跳去，他说这个鱼池里面那是有两种鱼，一个叫富鱼，一个叫多食。鱼跟鱼也讲话了，我们不知道啊。他们在埋怨呢，他说我等不犯人呢，我没有得罪这些人呢。可是现在这些人要害我们，你看看
这些鱼的人发愿，我等后世当报。这就是什么？我一定要报这个仇。那么那个时候，这个村庄里面的人，就是现在的释迦村。啊，那时候敲鱼头的小孩，就是释迦牟尼佛。啊，那个浮鱼，大概是这个鱼里头的领导人啊。啊，他也有领导啊，就是琉璃王。啊，毒蛇鱼呢？婆罗门卧蛇。啊，二十余跳，说我以小杖啊打比鱼头。琉璃王啊，说一世因缘呢受诸苦报，今虽得佛了，由此参缘。琉璃王法摄众时，释迦牟尼佛这一族啊被琉璃王灭掉了。你看，释迦牟尼佛没法子救啊。看到自己这个小国家啊被琉璃王灭掉，我们从人情上来说，佛知道前因后果啊，知道这是没办法的事情啊。如果说是以人情来讲，释迦牟尼佛能不能救这个国家啊？他虽然没有能力，当时印度这经典上记载的十六大国王都是释迦牟尼佛的皈依弟子，他影响力这么大，如果要是请求十六大国王组织一支联军去救他的国家，能不能做到？能做得到。他为什么不做？救不了，你救了，来世还报的时候更可怕。懂得因果报应呐、那当时琉璃王这一族啊，就是那个鱼池里头的那个鱼塘啊，那里面的鱼啊，你把这个池水放干净，把这里头一个池塘一网打尽，你灭了他的族啊。这一些鱼今天投胎到人身啊，他来报仇了。当时他那个怨恨心发的那个誓愿要报复啊，这一生应验啊。琉璃王灭世家族这个事情告诉他的学生，学生怀疑啊，说的冤冤相报啊，舍利弗尊者有神通啊，他用他的钵救了500释迦族，救了500人送到天上，避免这个灾难啊。世尊告诉舍利弗，你去看看钵，结果目犍连尊者就看看那个钵里头，钵里面全是血水，融化了成血水。世尊讲定业没有法子啊，如果能救啊，舍利弗神通能救，释迦牟尼神通还不如舍利弗吗？不能救，业因果报怎么救法？所以当时啊，释迦牟尼佛小孩啊敲这个鱼头啊，琉璃王灭释迦族的时候，他头疼。他头疼的原因，他有他的果报。啊，个人有个人果报，他那时候拿个小棍子去敲头。
这些事情告诉我们了。起心动念，言语造作，你能不谨慎吗？不可以，不可以不谨慎。第四个，佛患骨节反同，人身上的疾病，确确实实有因缘。我们过去学佛啊，知道古大德给我们讲啊，疾病三种原因啊，第一种饮食起居不当得了病，这种病是属于生理的啊，医药可以帮助啊。第二种病呢，是冤亲债主，这是佛经上讲的这些例子，冤亲债主。你没办法躲避，医生束手无策，治不了你的病啊。这个什么呢？要跟冤亲债主调解，他同意离开你了，你病就好了啊。这里边很多啊，啊，现在好像特别多啊，中国、外国到处都有啊，啊，附身的。啊，灵媒传递信息的很多啊，为什么现在多从前少呢？从前社会人心正，人有正气，邪不胜正。那现在很多呢，就说明人心不正了，人心邪了，他就能渗透进来。啊，那我们真正学佛的人，冤亲债主不容易附身。但是他有护法神啊，而且说你心地正大光明，他不敢沾你的边。如果我们心里有邪念，有自私自利，有贪嗔痴慢，很容易进来。这个不能不知道。啊，第三种呢是虚业，自己造的罪业造得很重。啊，这既不是冤亲债主，也不是生理上的，啊，是业业习业，还有过去生中造的业。那佛举的例子是过去生造的。这一节里面讲的就是很值得我们启发啊。佛说往昔罗耶启程有长者子得病生困，几乎城中大医子曰：“为我治愈，大愚钦差。”这意思现在都不难懂。哎，有个大夫长者的儿子得了病啊，病得很苦啊，他就叫城中有一个大医子啊，有一个很好的大夫啊，来求他啊。这个大医子就是释迦牟尼佛的前世，他找他来治病。他说：“你把我病治好，啊，
我给你很厚的报酬啊，要大于钱财吗？啊，我来酬谢你。这个病治好了，病治好之后啊，他就不给他钱了。啊，这就食言了，不给他钱了。这没多久的时候他又得病了。啊，这个医生呢又给他治。啊，治好之后他又不给钱。啊，那么到第三次。三次他都没有实践他的诺言，这个医生也不好，这个医生就是释迦牟尼佛前世，哎，他还是贪财啊。他说这个大夫长者子欺骗他啊，三次了啊，都没有兑现啊。他这一次生病啊，再来找我的时候，我就不给他治了，我给他一点毒药啊，把他害死。真的，他起了这个念头之后啊，确实把这个人害死了，这是有意义。医生在中国，我想在古印度啊也不例外。社会上有两种人，最值得人尊敬，一个是教书的先生，另外一个就是医生。为什么他值得别人尊敬？这两种人都是救人。教书是救人慧命啊，医生是救人生命啊。要不要报酬？不要啊。所以教书先生要收学费啊，那不把人笑坏了？哪有这种道理啊？啊，所以从前我们中国这个家族，政府没办学校啊，啊，都是家族，有家学。啊，要知道，这个民国跟政府，这跟这个过去啊，最大的差别，就是教育。中国几千年来呀，教育是家庭负这个责任，不是政府。啊，民国年间说政府在设学校。啊，从前没有，都是私塾。啊，私塾是每一个家族他们自己办的。啊，就跟一个家族的子弟学校一样。啊，家长聘请啊好的老师，有德行有学问的。啊，供养呢是随意的。这个家族富有，供养就会多一些。这个家庭清寒，供养会少一点。啊，教书的老师绝不在乎供养。啊，他只要自己简简单单的生活能过得去就行了。啊，绝不给你讲究啊报酬。那学校里面的时候还有复读的，就是不是这一个家族的学生啊，邻近的邻居啊，啊，可以读书的时候老师也收。啊，那么收这些学生呢，逢年过节家长啊送一点书修，送一点礼物
给老师，啊，还有家境非常清寒，生活过不去的，有时候老师还要补贴学生，他太可怜了，啊，还帮助他一点家用，这是从前的老师啊，跟现在完全不一样啊。医生也是如此，医生请来马上就治病，啊，不讲医药费的，病治好之后，啊，你家庭富有，包个大红包，啊，这个。供养医生，啊，如果家里面清寒的，那供养就少一点，医生不在乎这个。没有钱的呢，医生还要赠送医药。所以这两种人在社会上普遍受的人最紧，这救人的嘛。啊，从事这两种行业的人呢，绝对没有名利心，有名利心的人，这个行业他干不了。啊，可是现在不行了，现在这个社会这两行赚钱呐。啊，你看老师，学校里面待遇微薄啊，他在学校教书不认真，啊，他开补习班，让学生通通进他的补习班。啊，交学费，啊，这个收入比学校收入还要高，啊，那医生现在也是如此，啊，病人在那里说，先告诉你你要多少医药费，不拿来就不管了，这是从前没有啊，啊，所以社会风气走到了这一步，完全走向功利。啊，人命、慧命根本就不提了，这是一切向前看。这社会上怎么能没有灾难呢？那灾难从哪里来的？我们要知道啊。啊，所以佛患骨节痛啊，这个病呢，啊，这就是过去生中。他是个医生，行医，啊，多次给人治病，人家是答应有报酬，啊，最后啊都没有了，怨恨在心，啊，少慈悲心呐，啊，见死不救啊，啊，还要有家用这个药物。啊，害死这个病人。最后佛说出这个因果的事情，说使医治者则我身是，那个时候的医生就是释迦牟尼佛，那个身边的那个人呢，就是现在的提婆达多。那个时候我用药害死他，一世因缘呢受诸苦报啊。现在成佛的时候，所以他常常有骨节痛，而提婆达多的时候是天天找他的麻烦。啊，他跟提婆达多的缘很深，但是都不是善缘，都是恶缘。啊，真的生生世世冤冤相报，成了佛了，你看又变成一家人。他们的关系是堂兄弟啊。啊，他也跟释迦牟尼佛出家了。啊，专门干破坏佛陀的事情。
啊，这经典里面的记载的很多。啊，那么这些事先实在讲呢，也都是教训我们。啊，真正学佛，决定不可以给人，是不可以给畜生结缘。啊，佛经上有讲，但是此地没有讲。啊，不但跟一些动物不能伤害，植物也不可以。啊，佛在经上告诉我们，啊，戒禁出家人学习的。因为过去出家人呢，都住在山林，搭个小茅棚。自己住啊，小茅棚自己盖啊，在山上就地取材啊，砍几棵树，搭个架子啊，茅草盖上去就能够居住啊。佛说了，树木有一个人高啊，高度啊跟一个人一样高，就有树神啊，你要去砍这棵树，看中了它的时候，你要想用它。啊，佛在经上讲，三天之前要去祭祀它。啊，要去诵经。啊，回向。啊，通知他，三天之后啊，我要砍这个树，来，啊，这个大小棚啊，来修行。请树神搬家。如果你这么不，你不这么做，你就得罪这些树神，他也会找你麻烦。啊，我们在澳洲，啊，建立净宗学院，啊，附近有一栋房子。我们买下来了，啊，这个房子很破烂了，啊，我们把它拆掉，重新再盖，啊，那个门口呢，这个树就挡路啊，好像我们砍掉四口，啊，让这个卡车运材料可以进来，我们是三天之前这样做了，结果树神托梦。给我们里面的出家人啊，叫他传话给我们，三天时间不够，希望以后啊，你们要通知他的时候是一个星期之前。我们想想很对，澳洲人动作很缓慢啊，在中国就三天是可以了，他们是三天不够，要一个星期之前通知，很有道理呀！啊，真有树神呢，佛讲的没错啊！啊，所以就是连花草树木，我们都要尊重它，都不可以伤害它。啊，何况是动物啊，更不可以得罪人呐！啊，人与人相处啊，是大学问呐！底下一段讲呢，你看，佛一患悲痛。释迦牟尼佛一生也很多病啊，那什么原因悲痛呢？贪财、嗔恚的果报啊，也是在罗耶齐国啊。这个过去生中啊，这是求缘借钱
戒日聚会，啊，就是逢年过节，挺热闹啊。啊，这个热闹场合当中呢，有香蒲，啊，两个人在表演，啊，一个是刹帝利，一个是婆罗门。这个刹帝利这个人呢，就是释迦牟尼佛的前世，婆罗门呢，就是提婆达多。提婆达多啊，就告诉刹帝利商量，哎，他说他知道啊，这刹帝利很厉害啊，相扑就是摔跤啊，日本的摔跤啊，两个人比赛啊，哎，他说你呀、啊，让我一点，让我赢啊，他说我给钱给你，你看看，清末破我了，当于钱财。贿赂啊！啊，我给钱给你，所以刹帝利他就不尽力了。啊，那么这个婆罗门就赢了。啊，赢了之后就受国王的赏赐。可是过后啊，这个婆罗门誓言没有给他钱。啊，不报所许啊，啊，没给他。到后结会，啊，大概是过了一年，哎，又有这样的大会，啊，他们又在表演相扑，啊，这个婆罗门又求他，啊。得赏如上，过后之后啊，哎，又不给他。那我们就晓得，这个刹帝利当然心里就不服了。我每次让你，你告诉我你要拿多少钱给我，可是过后呢，你又食言，啊，你又不肯给。如是之三，啊，到第三次，啊，两个人又碰到了。这一次表演，这个刹帝利心里就念到了这个人，啊，前面两次都欺骗我，啊，我今天呢，啊，在这个摔跤的时候，我也把他打死，发了这个心。真的在这一次就把他打死了，这是贪财嗔恚杀人呐！啊，这一次这个摔跤的时候，刹帝利赢了。过去呢几次啊，他都是假输给他的。啊，所以国王也看到他非常欢喜啊，赐金钱十万赏他。佛说那个时候刹帝利就是我，婆罗门呢就是提婆达多。他说我在那个时候贪财嗔恚曝杀利斯，这历史就是提婆达多前世，一世罪缘呢，受诸苦报啊！啊，今虽得福，成佛了，由此惨缘，故受悲痛之报。啊，这个是这个原因，就是当时在。相扑的时候啊，摔跤的时候，他是让他的
脊椎骨受重伤而死啊，这是悲也。所以这一生所感的果报悲痛啊，说出这一些的原因。什么样的因，什么样的果报。所以佛在经上告诉我们，众生为果啊，菩萨为因啊。众生在造作的时候他没想到，果报现前呢他害怕了，害怕也没办法，你没办法躲避的啊。菩萨知道业因果报，所以他起心动念的时候他就想到啊，想到将来如果有不善的苦报，他就不敢做了啊。果报现前，菩萨是甘心情愿承受，不怨天不尤人。为什么呢？自作自受吧。啊，怎么可以怨天尤人呢？无论是共业是别业，没有例外的啊，通通都有前因。凡夫不知道事实真相啊，受了一点冤屈不服啊，总不免呢怨天尤人。老天对不起我，学佛的人佛菩萨没有加持我，没有照顾我，怨天尤人呐！啊，这种心态只有招来更严重的苦报，不能化解。如果了解事实真相，我们在遇到灾难的时候不怨天不尤人，好好的反省啊，实在想不出自己哪里有过失，那肯定是过去生中的业报啊，总要虚心，要忏悔，要断恶修善，这样啊，我们这个不善的果报才会化解啊。纵然不能化解，它会减轻，这肯定，这是消灾免难正确的方法，我们不能不知道啊。啊，学佛的同学希望啊多多去学习经典，经典里面这一些教训非常之多那么下面有一个很重要的啊，第六段呢，佛被木枪刺绝曰啊，这个业因是什么呢？是战争、杀敌，冤冤相报。战争不是好事情啊！啊，释迦牟尼佛处理这个琉璃王灭释迦族，那个处理方法是智慧，
不结怨呐。啊，如果用战争、用抵抗战争的时候，这个事情麻烦了，永远解决不了问题。啊，你看他用的方法是劝导这个释迦族逃亡。啊，知道他们的军队要来了，啊，逃亡。就释迦族真的逃出来一些，啊，逃到哪里去了？逃到后藏，西藏，后藏。啊，这个事情，张家大师告诉我的。啊，他们这个一族人，有一部分人逃到后藏之后啊，以后在后藏就落户了，就没有再回去了。所以释迦佛的遗族，他那一族的人有一部分在我们中国后藏。啊，这个处理正确啊。啊，为什么释迦王琉璃王要出兵来打呢？是过去是吗？那是过去这鱼都讲得很清楚嘛。那释迦族的人灭了他一族嘛。现在人家是报仇嘛。啊，所以不能抵抗。啊，要逃避。啊，记住。绝不是释迦牟尼佛没有智慧啊，懦弱无能的，不是啊。啊，人家把三世因果看得清清楚楚，明明白白，教给我们处置的方法。啊，绝不再结缘。这个缘，我们看他这段的文，有很好的启示。啊，他说佛于罗月期住缘精舍，入尘起时，或有墨枪。这个枪是木字边，我们看到这个是跟现在的武器不一样。啊，从前是木棍，上面呢加一个矛头，称矛也称枪。啊，这是古时候战争时候所用的，啊，所用的武器。啊，那么去城里去时，忽然这个木枪呢就在前面，也没有人拉。啊，也没有人拉住，啊，就遇到他拦住路，啊，不让他走，啊，佛自己清楚，这是过去生中的许愿，我当受持，啊，没有办法避开啊。佛陀钵不是一个人的，啊，总有几个弟子跟着他一起，啊，他的这个僧团也相当可观了，啊，有1255人，啊，加释迦牟尼佛就是1256人。那么这么大的一个队伍，四处去乞食，都分成小队，啊，也很整齐，所以社会大众很尊敬啊，啊，这个团体有秩序，他不乱来的，有规矩啊，啊，乞食也是一堂功课，啊，斋主
供养的菜饭，这是财布施啊。那么出家人接受之后，一定啊要为债主说法，啊不说法的时候也为他嘱咐，这是法布施。那没有说是吃了的时候就脱了袖就走的，这不可以的呀，那是没有礼貌啊。啊，所以我们在楞严经上，诸位就能看到。啊，楞严经发起的这个因缘，啊，也是入十位大乘起始。啊，吃完之后，佛没有说法就走了，那这很例外的事情。所以这些债主们的时候供养佛之后就跟着佛啊，佛走到哪里就跟到哪里，为什么？听他说法啊。实际上佛是知道阿难尊者有了出了问题了啊，回去去救他啊，这就说出一部大佛典收了印记啊。那么一看到突然这个几支枪摆在面前的时候，大家感到害怕了，这怎么回事情啊？啊，佛晓得，啊，过去现场虚云，啊，这是实现的，要酬偿过去生中造的业，使众人见不敢造恶。啊，所以佛就利用这个机会，这也是教化啊，他永生虚空，去地一人啊，佛就飞上去了，虽然飞得不高啊，哎，可是这个木枪奇怪，佛身高他也身高啊，跟着佛乃至汽油行，汽油性相当高了，大概是差不多现在这个飞机的高度差不多了。啊，夜游行，哦，夜游行小游行都四十里呀，比飞机飞得还高啊，那枪也随之。啊，那么佛在空中画一个青石，啊，后设而有旬。佛站在这个石头上面，那个枪呢穿过石头又出现在佛前啊，那么佛在变化啊，水火风过后啊，后宽都是十二由旬，说佛力其上呢，枪一穿过，佛复上四望天宫，佛到四望天，次第乃至梵天，梵天是大梵天，枪一次第而上，至于佛前，这个麻烦大了，佛逃不掉了。啊，所过诸天呢，于是所缘。佛是借这个来说法，来告诉大家，佛复从梵天下，对，回到罗耶启程，那个枪也跟下来。果然，随从看此因缘，佛恐众人见常此缘，皆当闷死，故于众人各自归还。啊，因为佛看到大家看到了，都恐惧啊。
佛怎么会造这种难呢？有什么方法来代替？那么又叫这些比丘们果然回到自己房里去，就他们的疗法。佛便心念，当场速缘随蝶大衣拂足而足，借斩右足，木枪便从足腹掣过。逃不掉，就接受了。这是木枪刺脚，那么舍利弗这些弟子到佛的所在礼拜慰问，佛为他说这个原因。他说：“往昔，这就是过去生中，两不足顾顾客，这就是做生意的，入海取宝，这从事叫海洋的贸易，后遇水涨增船，第二不足与第一不足隔战。”为了增船的时候就发生战争。第二部主以矛刺第一部主叫车库即便民众。佛告舍利弗，第二部主者呢就是释迦牟尼佛的前身。第一部主就是现在的提婆达多，他说：“我十次比较，一世因缘呢，受诸苦报，今虽得福，由此参缘，故受木枪刺脚。”这一段因缘里面讲的是什么？讲的是战争。这个两部为了是增州船发生战争。战争里面杀害对方杀敌，冤冤相报啊。这个里面虽然没有看到提婆达多。结果他都没出现，木枪出现了。这就是我们前面讲的三种病因的第三种，虚业、宿业、宿世那个罪业。可见的，当时战争杀人的时候，那个心是非常之恶，非置人于死地不可。没有一丝毫同情怜悯心，以最残酷的手段来对付，这就变成了业报了。那么从佛这个果报是我想起这是属于战争很麻烦。我在学佛的这个之初，刚刚接触佛法，认识朱金周老居士，朱老居士跟李老师同年，那个时候那一年，他老人家69岁，
他是学科学的。啊，官也做得不小。抗战胜利之后，他是浙江人，他做浙江财政厅长。啊，38年到台湾来。啊，我们有缘，有个朋友介绍，我那时候刚刚学佛。哎，说他这个有个老居士，啊，他说我介绍给你，跟他认识。老人非常慈悲，啊，把我们看成小孩嘛。你看他那个时候69，我才26啊。啊，祖父辈的人呢，常常讲故事给我听，全是他自己亲身遭遇的。啊，他说在这个满清的末年，他们家乡，他那个时候10几岁了，他告诉我大概是15、16岁，家乡出了一个怪事情。啊，居里他们都住乡下，临近的一个村庄不远。啊，有一个举人。啊，这家人啊不错。啊，中举了。可是他是个独生子。所以就没有出去做官。啊，在家里面还是耕田。照顾父母，啊，他也结了婚，还有个小孩。他有一天中午睡觉做了个梦，啊，这个梦很奇怪，而且非常清楚，啊，不是一个普通的梦。他梦到什么？梦到有一个人拿了一张请帖，就像邀请函。牵了一匹马，敲他的门。啊，他就开门，他坐在梦中开门。开门的时候一看，对方的人告诉他，说这有封信，你看看是不是给你的？他说是我的名字，没错。哦，他说我们大将军呢，请你过去，商量一个问题。他就说不大对，他说我一生呢，虽然中举了。从来没有跟做官的人往来过，我没有这样的朋友。啊，那个人说：“既然名字相同了，你就去一趟吧。”啊，他就是说这个事也是没有法子好，推辞了。他说：“这个马就是给你准备的，就让他骑上马。骑上马之后，他就感觉到这个马不是在地面上走，是在空中飞。”啊，他一会到了一个地方，啊，下了马，啊，那地方是个很大的一个大殿，看到许许多多人在交头接耳，好像在谈什么重要的事情。他就问那些人打听，他说大将军是谁呀？就告诉岳飞。哎呀，他一听说岳飞，这个是心里就感觉很难过了。他说岳飞是宋朝人，那我不就已经死了吗？他说不行啊，我不能死啊。啊，家里父母没人照顾啊，啊，妻子还有小孩子怎么办呢？啊，那么是过了一会呢，岳飞升座了，召集大家，啊，他就告诉岳飞说：“我不能死。”啊，岳飞说：“没关系啊。”他说：“我们现在呢商量讨伐金兵，你看还是打仗。”满清的前身就是金兵吧。啊，他告诉这个巨人，他说我们军队出发的时候还有半年，你可以先回去。啊，他说聘请他来当秘书，从事有文书工作的。啊，他说我会送你回去，你回家料理后事。那么他对读书人呢，对于岳飞非常崇敬的，心里想一想，
死了以后能够跟岳飞，啊，也是很不容易得的了，啊，所以他就满口答应了。那么岳飞就派员来送接他的人送他回去，啊，回去之后他就告诉他的父母，父母是做梦啊，他说不是梦，是真的。到岳豪的时期，岳飞派人来真的把他接走，啊，所以老居士告诉我，你看半年之后就辛亥革命，推翻满清，说推翻满清之半年前，岳飞已经去讨伐，就是阴阳两面都开始了，这人间没动，鬼就先动了，所以岳飞现在还在轨道。什么原因呢？就是他这个执着，分别执着没放下，念念不忘啊，讨伐金兵，就这么个原因啊，就跟这个是一样的道理啊。战争也会惹下祸根，麻烦呐！啊，释迦牟尼佛前世啊，这是战争的啊，招这个果报啊，这是我们。就是举这几个例子，害人的事情决定不能有啊，生生世世冤冤相报没完没了。今天时间到了，我们就讲到此地。